刘诗诗心连心，粉丝姐姐还是那么漂亮，那么接下来流金岁月是不是要上了？刘诗诗心连心，有个真诚的问题想问一下，姐长袖长裤不热吗？为什么脸上一点汗水都没有？对我这个动不动就流汗的人来说都羡慕哭了。公益之路从未停止，演员刘诗诗一直保持初心，热爱公益。今天参加央视心连心活动，温柔亲和，美好干净，跟随人美心善的刘诗诗姐姐一起关注公益吧。十分感谢大家对诗诗的喜爱，但是这次是和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老师一起参加的央视的公益慰问心连心活动哦。希望大家把重心放在做公益这件事上，和诗诗一起力所能及的助力公益呀。人美心善的大美女谁不爱呢？但还是请多关注慈善公益本身，宣传也是慈善的一部分，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心连心哦。刘诗诗走路还是迈好大的步子，一步顶三步，一步群都阻挡不了刘诗诗迈大步，我好期待哟。